大家好啊！刚才看了一下谢辉的微博，谢辉是这样写的啊：冷静了几天，在家陪孩子做做饭，心情出奇的平静，但还是应该有个交代。经慎重的考虑，我决定辞去南通知云足球俱乐部主教练的职务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因为我早把自己与球队视为一体。不能继续带队打完这个赛季真的是很遗憾。南通之云真的是一支正气凛然、团结奋进的球队，每个人都有着理想与信念。在这里，我特别是想对朝夕相处的球员道歉，没有陪你们走到最后，是我对不起你们啊！无论如何，在南通之云俱乐部执教的这一个半赛季，仍然是我教练生涯中至为重要的经历，我很感激。至于偷拍事件，我也有自己的反思。作为业内人士，我的言行应该更加专业严谨。但是我希望今后的世界里，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，甚至不要发生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儿而丧失日常安全感，因为安全感的丧失所带来的，则是进而对于人性的怀疑。我们还是要相信啊，只有相信，世界才会越来越好啊！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对足球事业的初心。离开不是害怕，不是逃避，更是为了更好的出发。接下来我会去德国学习深造沉淀，为再次整装待发做准备。最后，我想对真正支持我、爱护我的朋友，说一声，我会回来的。我8月18号的时候也做了一个视频，就是谢辉一边吃饭啊，一边跟那朋友聊天。那么偷拍的那个人呢，应当是根据这个位置啊，摄影机的位置，应当是他坐在这个谢辉对面啊。大家都是把酒言欢，一边吃饭一边喝酒，然后一边聊这足球的事儿啊。那么谢辉呢，他就是。边喝边吃边喝边聊，他说这个什么，当年就是上海上港为了夺冠花了120亿啊，成都这个荣城呢花2亿请这徐正源队，对吧？哈，结果是在联赛当中呢，就是被自己执教这个南通之云呢，就是自己就是压着踢啊，说这个申花这些年呢也有非常大的投入啊，而且自己所在这个那个。南通之云呢，就是拿到就是中甲第五名，只花了就是1000万啊，就是当然他自己就是有点就是引以为傲啊，有点挺自豪的。你看我们才花了1000万就拿到这个中甲第五名，就是这种叙事一边聊天的言论呢，就给谢辉带来了巨大麻烦啊。直到今天，大家刚才也听这微博，就他已经宣布正式宣布辞职，然后呢。还有未来呢，将去这德国呢继续深造。从这个今天谢辉这个发文来看呢，我觉得他可能是已经有点心灰意冷了，对吧？那么8月18号这个视频被报到网上之后呢，南通之云，他也是发了一个声明，就是只是谢辉他只是停职啊。对于南通之云呢，对于。我个人感觉是这样，谢辉肯定是有点万般无奈了，对吧？哈，万般不舍，但是你又无可奈何，对吧？这个视频拍这视频的人，就是他曝光肯定是别有用心了，对吧？但是现在事态发展呢，也不是谁能控制得了的，对不对？相信这南通之云，他起初宣布给这个谢辉停职呢，他也基本上就是说出于一种保护。啊，保护这个谢辉的意思啊。谢辉这个被停职之后呢，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，就是接下来这个足协的资格赛当中呢，这个南通之云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是0-6惨败为，就是实力弱于自己的黑龙江冰城啊。这肯定你主教练现在被停职了，你这球员还有球队的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，对吧？哈。从这个酒后曝光到谢辉宣布辞职，8月18号到现在，等于4天时间，今天22号啊。
就是这么一个酒后吐真言这么一个视频啊，就是让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少壮派一个教练，是一个冉冉升起的这么一个少壮派教练，就是心灰意冷啊。你说他说错什么了？当然是没有，说的都是实话，而且这是在朋友自己一个私下的一个饭局啊说的一个话，聊天儿，没想到被对方，我现在可以基本上说他。弄不好，谢辉他可是被人让人做了一个局，而且做这个局呢，他别有用心。这人呢，他谋划这个局呢，可能还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偷拍、这个泄密、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呢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你干得不错，你这阴谋得逞了啊！你他妈的，我说句不好听，你是真仗义啊！真是，这个仗义是带他妈引号的啊！人家拿你当朋友啊，你给人家来就是摆这么一道啊，是不是酒后吐真言啊？我跟你讲，这根本不是说酒后吐真言，这个就是一个私底下所谓这些朋友人的聚会啊。现在这个朋友呢，我要说也是加引号，到底是不是朋友，还是做这一局，我心存疑啊。不能说是酒后吐真言啊。实事求是的说啊，他这个就是说这话，就算是酒后话，有争议，但是句句都是事实，错了吗？当然是没错啊！我就说啊，大家以后真是要注意了，尤其现在中国这社会啊，告密呀、泄密呀，对吧？然后背后捅刀子，这种就是令人作呕的这种事儿，可能会越来越多啊。你如果身边要是有这么一个或者一些朋友啊，所谓这种就是带引号的朋友，这些酒肉朋友的话，你是真应该注意了啊。好吧，这段就先说到这儿吧，真是替谢辉感到惋惜吧。是一个挺有能力的一个人，球踢的也好，执教的也还是不错的啊。沟通能力也不错，对吧？语言表达能力也非常好，真是可惜了。就是谢辉饶得了你，我相信也有人饶不了你。真的，如果我是这偷拍者的话，最好找地方先避两天啊。好吧，这段就到这儿。很差，几千块欧元，是吧？进嗯。不了球，但是就压力大。你摇下那个队，跟我打，压着打。他2亿叫他妈徐正元了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压着打。懂就没有没对，哥你来来来来来，我就是要把接打来，哥们儿打出原形是吧？当龙子要原形，龙本原形毕露，对吧？哥就是啊，龙子想想什么申花什么上涨，什么几百个亿，什么龙千万人民币上，中奖第五名现在哇啊！这个厉害，就让你脑子干净一点，别他妈瞎搞。对，一帮姑娘都在搞，对，他们都在搞。他们不够专业。你是客人啊！上岗，拿个冠军，我在上岗。棒棍。